大家好，我是 Ringa。我们的录制工作已经完成了，要是想看录制或者是想看节目效果的话，去关注我参加的这个节目。我还在北京，过两天就参加生计大会了，所以我没有回去。这两天呢终于有空了，出来溜达一圈。今天非常的天气非常好，昨天风很大。这个牛牛为什么这么多人拍照？牛气冲天。看钟楼，刚刚在12点的时候它响了。一看到面馆我就走不动道了，然后我刚刚练成知府，没想到下面写着和府什么捞面吧，好像是捞面啊，楼下是楼下。好多人排队。人太多了，先瞄好要奶的，待会儿直接选。这个没有夹的虾，选的饼。人特别特别多，可见是有多火呀，特别好吃。再拿了一个凤爪子，可以来看一看一下。好重啊！咬了一口，就像我们的血肠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得了的那种。但这个饼呢，我们有吃，因为面太好吃了，光顾着吃面了。走的时候呢，饼就带走了。吃好了，非常好吃，下次有机会再来，然后待会儿吃个这个饼看看。那土豆饼还是什么饼？上午出来的时候比较冷，所以就回到酒店里换了一件衣服再出来。我要换地方，出到生计大会的活动现场厅的地方。很油啊！